尤其是我们今年这个主展区的，在包括雪雕，包括我们的冰灯，都是以冬奥为主题。在这里，我们这个广大游客朋友们可以了解着我们这个冬奥历年来的吉祥物，包括我们冬奥会上的一些相关的运动，可以对冬奥有个更加直观的了解。我好多啊，都雪啊，全是雪啊。这个蓝的会染啊。对对对，那一下就没电了。我原来非常呢有这个冬奥会的这种氛围特别好，而且呢有点这个人人参与的感觉。冬奥的成功申办对我们冰雪人来说是最好的一个消息，那么我未来肯定会积极投入这个冬奥会的工作中去。我这是拍新闻的，不是照相。